想好了吗？到底请我吃啥呀？火锅。自助那个吗？对。走吧。自助的我吃合适。到了，就这儿。为啥没跟我说2022年了，某位明星开的一个火锅店改成自助了，说啥都要带我吃的。是说啥吗？不是强迫的吗？人还挺多哈，我刚才听他们说限时2个小时，进屋就消费274，押金压了100，俺俩每人68，然后锅底不是自助内的，还得单算，锅底38还行。俺俩好尴尬呀，在这等半天咋寻思没有人送菜单呢？后来人家告诉让扫码点餐，要了2份辣牛肉，虾滑，来2个，麻肚。冰粉必须来2个，卤味肥肠一定要来1个，卤肚心是什么呀？来1个，没吃过。再要1个羔羊肉，锅都开了，我姐还没点完呢。马上，你要点多些？好了，点吧，点，先点一些。吃过火锅真是一波三折呀！我刚才不是已经点完了，扫上码了吗？然后我就发现后面厨师们都闲着，没人给我俩配菜。上吧台一问，说我没点上，又重新过来给我点一下。全下去，美女，别小瞧我。这个放到不辣里啊。我们的东西终于上来了。这个下不辣里啊。准备开灶模式。我刚才说错了，俺们的菜没到齐。对呀，我姐的真是没少点。这个辣的真的超级好吃，但是我没觉得很辣。小瞧我们是不是？他不是小瞧我们，是低估我姐的食量了。而且他没有说特别特别辣呀。为了方便我吃酸菜板子，我小妹给我整这边的。他说他这边给我夹菜凉了，我这边就把嘴吹就行了。主要是自助餐不能剩。我感觉刚才他们站着都瞅咱俩，是咱俩点的多还是咋的？对呀，这你瞅咱俩。非常的不礼貌，是咱俩捡的多吗？不是，咱俩捡的多吗？双胞胎的是吧？好像不是，异样的眼光，是吗？嗯，我问一下去。我这饭俩吃不了，可能看着咱俩。看着吧，你给证明一下啊，我给你上一份。一会儿呢，就把这个桌面上就拍一下子，看看我们俩的实力。别加我，我是实力。嗯，你别打扰我啊，我说话怕嘴里进空气。我一回吃虾滑吃的这么爽，虾排整个下去。我们俩的战斗力怎么样？这里面全是辣椒面一层。临走跟我姐又点了一份冰粉。说句心里话啊，他们这个米酒网真想给他换一个。吃好没？相当好。到本来了，这是我们俩今天吃火锅的账单，442元。2个小时的自助时间，我们两个吃了1个半小时。今天这顿真的给陈赫上了一课，现在都已经到这儿了。关键是临走，我俩一人还点了一碗冰粉。我寻思凉快凉快，吃的太热了。